小娃，嗯，想听朕的故事吗？嗯，当然想了。哎，朕与淑妃从小相识，一见钟情，相伴至今。虽说朕贵为皇子，可是自从淑妃跟了朕，没有少吃苦啊。想当年朕的父皇就是因为嫌弃淑妃的出身卑微，狠心把她赶出了凉京，这还不算，还悄悄地派人去追杀她。可殊不知淑妃那时候已有身孕了。啊，就有此事啊。哎，好在他在被追杀之前就生下了朕的皇子，后来担心追杀之人，就把我们的孩子交予了一个路人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这孩子是死是活。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去找他呀？怎么没去找过呀？可此事是涉朕的父皇，是涉皇室之仇，总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吧。嗯，所以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找着。但是朕的淑妃就在那时候落下了毛病，再也不能生育了。后来朕找到他，把他带回了凉京，为了不让父皇知道，让他偷偷摸摸无名无份的陪了朕这么些年。朕这一辈子亏欠淑妃。属下见过尊上。你为何不依主行事，让皇上立你为后，却突然假行重古？我别跟我说有人给你下了蛊，你可是用蛊的大行家，天下无人能出其右，可以放倒你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属下正是要完成尊上嘱托之事，所以才假装中蛊。此话怎讲？大臣中有些人反对立属下为后，属下琢磨，只有在生死关头走一遭，方能更容易引起皇上的怜惜，而且还可以除掉对你后位有威胁的人。是。可我怎么只见你假行中蛊，令宫中禁言了很多，给本座添了很多麻烦，却未见你对任何人下手呢？属下，罢了，你不肯动手，就由本尊代劳吧。宫中对你后位威胁最大的是沈才人，本尊会借你中蛊一事替你除掉这个障碍。别忘了，本尊送你进宫是为了助我成就大业，而不是为了让你爱上他。属下放心吧，只要你依本尊的命令行事，本尊一定会遵守承诺，留皇上一命的。是。淑妃这些年来夜夜梦回，总也忘不掉与朕所生的那个孩子。他说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路人的长相，可是我们寻遍天下却再也找不到他了。
今朕的爱妃，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人事不省，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朕就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想立自己最心爱的人为后，将来能够名正言顺地跟自己葬在一起，一起在宗庙接受子孙的祭祀。哼，可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，